本港新增两宗确诊，分别一宗输入和本地个案，初步确诊少于五宗。个宗本地个案是昨日公布初步确诊的39岁印佣，今年二月底由印尼抵港，上个月初起住在九龙城白雀园准雇主的住所，星期三起入住油麻地宝宁大厦 B 座的雇佣公司宿舍。輸入個案是一名20歲的男人，今個月18日從美國抵港，在富豪機場酒店檢疫的時候，第三日樣本確診，無驗出變種病毒。